那到这里，OK。长按这里，看到这里，然后再短按这个，按到这里以后就按左键，就看到这个符号的时候按左键。就如果你那个车的测出来的数值变大的话，你就改小，把这个改小，啊，改小。改小它，之前是一的，现在我们改到0.99或者0.998，就通过改变这个东西去，然后就确认。好，现在这样子就长按就退出来。好，这样退出来，如果还有误差的话，继续长按进去，又走回原先那个点，看到闪了以后啊，再一直按。好，按的这个就按左键，就如果偏大的话就继续减少，就不要太多，因为太多的话那个最小跟最大的时候可能会误差比较大的话，你就慢慢减，这个不够就再一位减，如果再大的话再减这个，确认，然后再长按出来推出来，好，就改那里就可以了，其他都不用动。